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深海色带鱼。今天恰巧是吉原优一下划线 YUI 的生日，作为他的普通朋友，我怎么能轻易放过这个机会呢？所以今天我给他准备了连环惊喜，或者说连环惊吓。那么这个惊喜到底是什么呢？那就看去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吉原优一。今天过生日，不知道他要给我搞些什么东西。人呢？你要吓我呀？藏柜子里了？人呢？你是把我叫来过生日人呢？就架个相机，他不会下去接我了吧？大家好，我是吉原优一，你们也可以亲切的叫我吉原优一。吉星是什么？科技的吉，寿星的星，吉星的星。今天我们星星过生日，十五岁生日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来开一个开箱。这你自己包的吧？这是买的快递盲盒。人家送礼物都很有心，结果你就给我抽盲盒。帮我剪刀拿出来。淑女从来不会暴力开袋的。我怀疑这里面全都是绿色的。这第一个暗示了，好吧？什么？多功能液压洗锅刷，这不是给你用的吗？不，你来刷碗的吗？能退吗？感觉盲盒就是人家卖不掉的东西集合在一起，给你随便抽着玩。我跟你说，你给我买礼物真的是浪费钱。你又不要买，你把钱给我就行了，好吧？这我感觉是你自己包的。海底捞一只狗，88折优惠券，欢迎您的莅临。莅临。还是柯基？你拼的吗？对。你啥时候拼的呀？那天晚上拼到5点钟，就是拼这个。不是有一天跟你说5点钟睡了吗？就踢狗啊！你这个手工有点差。这真的很多，你知道吗？它有十几个步骤。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。你这个手工有点差。所以这不是盲盒，是你自己拼的。我猜对了，请叫我聪明的柯基。还有吗？没有了。你喜欢这个吗？好可爱哦，好兄弟呀、啊！好兄弟，下辈子再见。你这个话说的有点豪迈，有点悲壮。来世再见，告辞。你要去哪？跟我去下一个地方。把我带到私人影院，然后搞相机搞了半个小时，你到底要干嘛？过来真的就是看电影了是吗？是看的。就一个小时就看电影啊，哭了。你还是要上厕所啊？哦，不想。去吗？哦，让我去上厕所，然后你来吓我。为什么改成恐怖片这样子？让我去上厕所，他肯定是在搞一些什么小动作了。上完厕所的我要过去看看。啊、就是简单的上厕所啊！啊，就上了厕所而已，就没有啦。嗯，好吧。喝点水吧，你不是渴了吗？我也拧不开，这个也不好喝。大家好，我是吉米，柯基是你的爱，聪明绝顶，我是王子静。没想到大屏的我这么可爱，小屏的你也可爱，真好玩，真好玩。有惊喜吗？我前面猜到了啊！我猜的是你这么神神叨叨，应该不会这么简单。因为我想的只是投屏的话，不需要搞那么多阵仗啊！哇 ！Hello， 这里是 Lisa，、啊、祝吉原优一生日快乐，吉祥如意，你就是吉吉国王。人生狗语祝福，我听懂啦。柯基柯基，行行好，你的笑白我晕倒。柯基柯基，乖乖跑，你是救出我心里宝。祝柯基生日快乐！基于我对你的了解，一定不会介意。没洗头，没化妆，而且还在厕所里。在这里呢，我牙牙嘎嘎口要祝柯基生日快乐，也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一起玩耍，一起拍出更好的作品。也祝之后你能多多涨粉吧，让我能蹭一蹭啊！生日快乐！蹭呢？柯基永远开心幸福，和大家要甜甜蜜蜜哦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远亲不如近朋，你我在 B 站喜相逢。祝你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醉把佳人成双对。可爱美丽动人，善良温柔大方的柯基，生日快乐！八珍玉石腰科宝，
生日快乐，要吃饱，鱿鱼生日快乐啊！这也太解了吧，还请到了我的亲戚们，可太强了。还有个小设计哦。什么？蕾丝说的第一个字是吉，第二个是默默，默默是原声，狗语是圆，然后连起来是吉原科技永远十八，吉原科技永远十八岁。真的、啊、还有这种设计。今天早上给你评论的那句话，吉原永远八十岁。岁字没有，岁是我来说啊，我来准备一下。你怎么还要看小稿？就是有句诗叫岁岁年年花相似，年年岁岁人也相同。这是我们第一次过的一个生日嘛，也是我第一次给人过生日。准备这些不知道你喜不喜欢，没有吓到，反正希望你天天的跟你们亲戚好好相处啊。我的家不要去呢，电梯的起家家，你生日快乐，天天开心。那我带你去下一个地方啊。好，走走走。哦，我都忘了这是什么哦、oh, 你心心念念的新版歌库。你用什么账号买的？好像是你的账号。不小心瞄到一眼。为什么每次整个都要翻车呢？我气死了。今天晚上我们要去吃海底捞，对不对？不对啊，对，不是有八八折的券吗？哦，对，八八折的券。哎，你是不是当地人啊？然后你又说我们来这个地方挺远的嘛，吃饭的地方更远。对对对，现在是哪儿了？很没有意思啊。我打赌是那个粉色主题的海底捞，如果我猜对的话，麻烦把白给之王吉原优一打在公屏上。笑死我了，你接不住，我问你什么你就回我什么。它是不是跟粉色有关？这个人要自闭。别走别走，快点打车了。不打车必打，我一家人哪能打车。不小心被你猜到了，挺聪明的。隔壁还在唱生日歌呢，等会儿是不是也会给我来一轮啊？没有，一会儿防火器喷你。你先饱了是吗？还没。看看是什么？蛋糕。没有蛋糕。你前面刚说如果有蛋糕的话，你想蛋糕先上还是后上啊？没有蛋糕啊。快点，又有蛋糕，赶紧的呀！大家请把白给之王跟海色奈鱼摆在公屏上，真太白给了，笑死我。我要笑死了！服务员过来问他：“你这个蛋糕的牌子是哪一个？”真拉垮！有没有蛋糕？没有蛋糕。人家服务员都来问了：“哎，今天过生日太多了，你是哪一个蛋糕啊？”你要自闭了！真有你的。哦，王冠。还有个东西，亲爱的生日快乐，福寿双全。刚刚这么久我们不确定这个蛋糕是咱们的。没有没有没有。其实今天一开始是科技，后来是 GoPro， 都以为是今天的礼物。你还记得之前南京那个视频？朋友的女朋友过生日了，他要跟他朋友说送啥？送他一根项链。为什么都是这个牌子？不会是一样的吧？啊！木子哥的一样。有木子哥的。木子哥同款项链。哈哈哈！气死我了！哎呀，我疯了。一直拆啊，不好意思。太憨憨了吧？好看吗？太难过了。我这个同款很棒，好心动啊。哎，准备不当，我今天翻太多车了。还是有惊喜的，当时这个墨子哥同款项链，怎么能那么巧呢？它、哎、也是颜色的吗？啊，对。那以后别戴了，墨子哥，看这个视频马上把你项链扔掉，存起来。那我们这期视频就是这样，喜欢的记得给我点个赞，喜欢他的记得点个关注。如果我们都喜欢，那就一键三连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